现在开始腹部操作，待腹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腹部操作分四个手法：一、腹部向耻骨连续滑动；二、腹部收腰线；三、腹部拧麻花；四、腹部顺时针打圈。现在开始示范滚轴疏通头。腹部向耻骨连续滑动，腹部收腰线，腹部拧麻花。现在开始示范强声波抱指头。强声波抱指头只操作于脂肪垫后部位，腹部向耻骨连续滑动，腹部收腰线。拧麻花，腹部顺时针打圈，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